南京双榆站，南加东路客运南加。
time your intersection.是不是有两台是从南部上来的？431跟431吧。430跟431。430现在跑中时九，431跑晚班。431好像跑了中时啊。嗯，跑晚班。哦，430是跑中时九。目前呢、啊，目前没人去跑中时九。430的车是他的、啊，不能待两个月了。那是什么嘞？好像有看过小三跟小十二，好像有跑过大巴。小三跑大巴比较少啦，小四跑大巴比较少，因为那路不好走，就跑大巴。那山路就跑大巴。是那时候是测试开一下。大巴没本事开了，小三只有本事开大巴。那要很熟练的，就是开那个什么砂石车的，懂是吧？开过砂石车3、4年、4年，那就没问题。就是山路那种有开过，就是有就是山路执照那种的。他车长长度开过了，转弯的角度他会缺。哦，他会比较好抓。对啊，我们这种你要抓那种山路的，所以你要很严开的，第一次开肯定打枪的啦。第一次开直接就是要开的时候，就直接呢在转弯的时候直接卡到了。开了十几趟之后才有办法。就才十几趟才记得这条路要小心，哪一条路要小心？啊，路路况不一定啊，到时候旁边停台摩托车嘞，停台小轿车嘞，你角度怎么抓？不一定。开公车是活的，你要到时就公车抓到就死了，其他都是活的。你不能转弯从这个角度停台摩托车，你要抓快点。现在开这里啊，就是要小心那个公正专用道，还有那个旁边的汽机车。因为南京三民那边转过来，南京公园那边转过来，要小心。谢谢，拜拜。